浪奔浪流。Angel， stop stop stop， 你唱唔到咁高音嘅。系啊系啊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我把声嘅豆沙喉系好唔靓嘅。再听耐啲，你只不过系听紧李香琴嗰度讲嘢嘅啫。咁我早前讲嗰啲味精火锅啊，同埋嗰啲五沟前嘅趣闻呢，咁可能有啲本地人啊嬲嬲猪啊唔中意听嘅。我又讲翻啲正面啲嘅嘢啦。今日咧就想带出喺马来西亚一个多元文化，其实呢个好难做到嘅。但呢度係 work 嘅。咁嚟緊呢，我就想講一講呢個馬拉人唱上海灘，唱呢個浪奔浪流，好有趣。同時間呢，亦都可以帶出馬來西亞人嗰種語言嘅天分。再者，我 Angel 竟然喺商場裏面突然間飄嚟一啲我耳熟能詳嘅歌曲，咁我真係當時一下子有啲感動，同埋一種感恩嘅心情係湧現咗出嚟嘅。再講由呢一首上個世紀其中一首嘅金曲，亦都引起我啲嘅回憶。曾幾何時，香港呢個廣東歌嘅文化，譚詠麟啦，同埋呢個張國榮嘅年代所引起嗰種嘅熱潮。都有啲感触。虽然嗰啲歌都唔係我嗰个年代，但竟然呢佢係以一个金曲嘅形式呢，都令我认识到曾几何时嗰种光辉嘅岁月。讲到光辉岁月，亦都其中一种个一首嘅歌名就係 Beyond 我乐队。咁竟然我啲斗技呢依家都会拎返download 翻呢啲咁嘅Beyond 嘅想当年嘅金曲拎住嚟听嘅，系咪好有趣呢？音乐咧系无国界嘅，所以今日就大家一齐欣赏下呢个马拉人唱《曾几何时》一啲嘅金曲啦，好有气氛噶。今日好开心同你分享到呢度，有机会再倾过。